大家好，我是中新社的记者雨不停。如今香港的疫情已经缓解了很多，而且很多娱乐设施都已经重新开放了。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里，天际一百就是香港最高的一栋楼，它呢是重新开放的第一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它的防疫措施是怎么样的，并且有什么新的好玩的东西呢。哇哇！最让我惊喜的地方不仅是天际一百的风景特别的好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耍的地方，而且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消毒的问题，因为只要玩完一次就会有工作人员用这些酒精啊什么都会对玩具进行消毒，所以非常的安全，防疫措施真的做得非常到位，太好玩了。每一个小朋友都得这个样子吧，都要穿鞋套。好了，干净卫生，走吧。